嗯，沙画版的星座真的很受欢迎。继水瓶、双鱼、白羊之后，今天又是谁呢？这里女的小心翼翼地画出了她的大眼睛、鼻子和嘴唇，棕色的发丝像头长犄角。什么？我都这样了，你还没猜出来？如此不可教也，那我再添一点。你说巧不巧，肚子里这会儿可能也是个金牛座。